无所谓了，这我看了，前面还可以，就是那个结局，确实有点傻逼，那结局确实有点二。我都跟你们嫂子说了，我说你看着吧，就以他这个发展方向，最后那个叫什么拉拉那个女的，指定就得跟那个宝贝人搁一块儿。你瞅着吧，被我猜中了。覆辙跟在你身后一步之遥，不就这点套路吗？哎呦天！你每尖叫一下，都会让我想起过去。哎，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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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咬，致命点烟。呀，父王会看着你血流一地，却什么也不会做。那肯定是不行。渣子，那老弟呀，咱这死是必须得死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跑是肯定不可能跑得了。我很冷，可能我能跟你换了，但我今天指定不能让你走了。我必须得锁他一手，锁。差点钱怎么办？狼人没有耀光还是挺难受的。先来个耀光啊！完了，血亏呀！那皮肤还挺可爱的，海牛被我劈了，劈的牛皮的狼。团长不是那么很好打，打那种近战才好打的狼人。狼人就打近战好打，打的远程比较难办。我来闻闻是谁的血。把他杀了还能啥了？咬住。行呗，上来你就吃橘子，那我可开意了啊！人人有份。哎呦！哎呀，这怎么被崩了呢？这你杀的是沃里克，这流行了野兽。给我枪毙了！其实我不是很想用这狼人打的团长，可难打了。他倒不难打啊，这是比较难杀。我变成了怪物。他有远程技能，他可以biu。他可以别人谁的血啊？中路的血。好，快点！那中路的血，我这不去把中路杀了？点呀点，挠，挠，咬，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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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先来个皮孩啊！
完了，他上路的兵啊，哎呦我操！虽然拿了两个人头吧。有件事你要知道，我很记仇。赶紧文雪上路啊！不追了，先塔下收兵。人，待宰的人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不想拿跑了，我去上路跟那船长对对线，都杀他两回。呀，我摁的人啊！咬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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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柱！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就感到痛了，我救不了你们，也不想救。开一减伤啊，是开一减伤啊，你不会玩狼人，你就把你的键盘给我撂下，行不行？你没玩过，你就说你没玩过，啊，别在那老装着相，行不行？你就看。你没玩过，我玩过。行吗？行就行。你的尖叫会让你窒息。让他崩无所谓，随便打。英雄，死吧！随便崩。杀呀杀，来你先扛打。来死。别叫了。少说废话，多咬几下。脏东西，我咬。咬平 A， 平 A 一，完了，完了，一技能没炸出来。先来个三项啊。好慢的 E， 那我没蓝了。你下的是慢的 E。你的流星雨
那气定神闲后给的呀，小伙子。看着你流血。欺负野兽。你像狼人这种英雄吧，就血少了其实都无所谓，半血以上随便让他打。好吧，趁你还能跑。半血以上随便打，咬挠一炸，哇哦，把挠住，咬挠，冷静，来，别走，来，该我啦，啊，该我啦，挠，我挠，挠，挠，咬，哎，这怎么又来一个呢？这五位，咬，闪现，哎呀，掏着我了。没掏着，刚才这一波杰也死了，我一马上好，他那个平 A 出来了，他要平 A 没 A 出来，这个杰也得死。剑神，你要知道，我很记仇。听见没？祖安的路，我收的就像爪子上的毛。我很记仇。这把对面全 AD 阵容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可以无限杀的团长。还手啊！来吧。好局的，鲜肉，那全场局的不太会放，先把上塔拆了，这把的我们应该是无敌了。我就不出分离者了，我出分离者攻速太慢了，我玩过那种分离者狼人，我就感觉好像差点东西，每次挠人吧攻速太慢了，那是0.7多攻速。秦王要住，我追不上他，气死我了！当心炸药桶！跟我要圈儿，操！没有大呀，不好杀呀。草率了，草率了，草率！刚才这边杀的草率了，草率了啊！也能跑，我差点就感到痛了。祖安自有杀戮才会攻击。挠住！啊，一千！哇哦！鲜肉。折断的骨头，这个塞纳在下路的时候从来不放大的是吗？
Enemy double kill.我曾经是你的最先杀手。啊！我恐惧，我挠死他吧。Shut down. 鲜肉。刚才为什么会减速啊？你杀他们！什么东西打我减速了？刚才？被动，你在跟我扯淡吗？哦呦，为什么空掉了？我的天哪，这波双杀呀！哎呀，这个大怎么能空了呢？我刚才这边双杀了，我操！没扑着。要是猴子就双杀了，跟猴子没关系。你下的是沃里克，跟人有关系。你跟我跑啊！你跟我跑！哎呀，哎呀，变去！跑嘞！跑！你跟我跑！耶！呀！怪物，太难了！上楼先收波兵。把上楼塔给他推了。鲜血就是代价。干嘛？快藏起来，没有人，我以为他们来抓我来了呢。这地方眼熟，狼人大招确实不好动，他这线儿太短了，这么短个线儿，范围太短了。你给我挠呀！赵信怎么不往下走，怎么往上走呢？十五滴血，1300块钱。现在正面团啊，基本上是不可能打得过的。所以我们应该要采取单带的策略了。这个正面团战犹如一坨狗屎一般，我们上去基本上控住一秒死了，一秒就一秒，就一秒多都不给，给我红，给我，一定给我。
鲜肉。是你造了这头怪物，没有大招不行啊。ER 可以进场的，没有东西能出得来了，兄弟。城市是狩猎。哦，你这没有红，哎，有红是不杀了，真是操了，这轮子嘛。我没我，真的妈的，更多火药。这大招有这么容易空吗？怎么打不到人呢？我变成了怪物，可我早就是怪物了。同意了，上吧，打个鸡回点血。漂亮，太重。下路有个峡谷，哎，我们的伤害好像不足以打大王，哎，是你放的血，算了吧，走吧。这下路的峡谷先锋把他输了，哎呦天，都卡没了吗？行，这个出完再出点啥呢？我感觉我得要个血手，都逃不过我的鼻子。我得要个血手，加上冰心儿。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？救命啊！五个人儿，五个灵魂，等我活了可以打，十秒钟马上复活。对面少一个人，可以打，打。我到了能打，来来来来，等我来，等我来，等我到能打这波。哎，先把杰打死，往前冲，来往前冲，我有被动。先杀这螳螂。咬，挠住。为什么这大招就这么容易空啊？小龙啊，小龙啊，小龙啊！船长的，他妈的，真是能偷啊！还打不过他，
废人的。你每尖叫一下都会让我想起过去。仙佑，赶紧去把红拿了，受不了。这波这边如果是四个人来，应该问题不算特别大，但是我们还是别上了啊，稍微稳一点。我马上应该要无敌了。我们团战先杀塞纳，其他人打不动我们，知道吧？先杀塞纳，一定得把塞纳收了。这个 AD 装备不错。最后一件是来反角，还是来冰心儿？蓝可能会不太够用。祖安会看着你血流一地。可以打团了，来，这可以团战了。我已经有点无敌了。我其实最后一件，我应该先来个秒表的。可以打来，先杀这乌鸦来。先把这乌鸦给我秒了，再杀团长，大我，这铁往我身上大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我很冷的，先不追他。哎，铁，我挠，打大龙，等一会儿啊，螳螂没在旁边，打吧，螳螂回家了，把去吓死我。我来。你能打得过吗？别叫了！玩！那螳螂打不过小兵。仙佑。我救不了你们，也不想救。下路，他那乌鸦应该是有沙漏，我们直接打他是没错的。好吧，趁你还能跑。先收个红吧。我的红 buff， 我们会还手的。往里边给我钻！哎，不着急上，先杀乌鸦！我有血手，给我咬！我跳弹！呀，你这！腰圈儿，你给我腰一个。祖安的路我熟的就像抓子上的毛。哎呀！